又见面了，还是如此的活力满满啊！首先，跟我们屏幕前方的所有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舒丹身体香氛活力大使 INTO1 Liu Yu，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来到欧舒丹的直播间，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开心。嗯，那小雨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是的，对不对？上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分享啊，我也是看了上次的直播之后，哎，我种草了我们的甜蜜樱花以及我们的乳木果等等产品。那今天是不是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好物种草？今天真的是更多了，就不只是几个产品，你看今天桌面上这所有都是今天要给带给大家的惊喜。 嗯，因为今天其实双十一的礼物工坊的直播嘛，所以我希常想一下我们这些双十一限量的包装系列，因为限量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限量的人，因为你本身也是一个限量男孩嘛，对不对？对，非常喜欢我们的限量版，对不对？因为提到了双十一，小雨也是一个我们双十一达人，对不对？非常爱囤货。对，那在你心目当中，双十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双十一当然是一个购物的日子了。 嗯，是一个购物的日子，囤货，对不对？而且尤其是我们可以囤一点货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对，那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一些好物，哪一些比较容易吸引到你？我非常的好奇。我一般啊，就是说实话，我是看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广告，然后被吸引，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宣传片，然后我在心里就会悄悄的种草，我觉得嗯，拍的不错，我觉得这一定很好用。然后就是那种。 要不就是那种一个套装，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物，这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包括会有很多的周边等等，对啊，周边也很吸引人。其实，而且我觉得一个套组，大家在收到快递的时候，打开礼盒的时候，会有一种仪式感，是的，充满期待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欧舒丹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因为我们也是带来了双十一的限定，对不对？小雨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我觉得这次双十一的限定包装都是非常精美的，也是平时买不到的款式。 然后，如果买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是的，而且我们的限定的包装也是非常非常精美，上面呢是有我们的自然精灵小人，是的，上面呢也是图案非常非常的高颜值，对啊，小雨可以看一下。包括我们的樱花系列上面的小人都是非常可爱的，就像没有小人。嗯，我们的自然精灵啊，我手上的这一个它是在送礼物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非常契合我们双十一的一个。 场景，那其实我们整体所有的限定上面都会有很多非常可爱的一些图案。小雨啊，对于我们的整体知不知道我们的自然精灵他们在做哪些工作呢？我知道，就是其实我当时有在拍这个乳木果的这个广告嘛，然后肯定是乳木果系列呢，其实是采摘，对，采摘这样一个动作，对，因为我们提到乳木果，它其实是一个新鲜采摘的乳木果嘛，然后当时的印象就会非常深刻。 然后像这个樱花的这个系列呢，它其实应该是打包，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小人就是在打包这个礼物，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设计真的非常可爱。是的，看来小雨不愧是我们的活力大使啊，对于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了解，提前做足了功课。没错，正如小雨所说，我们的礼物工坊一共包含了5个环节啊，其中包括播种、采摘、萃取、打包以及悦享。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想要跟小雨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完成游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福利送给我们屏幕前方的各位好朋友了，有没有信心？有啊，有啊。好，那我们的这个游戏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啊，在这里呢，会有我们的一些图片，小雨呢要根据我们的图片上的一些内容啊，参与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状态。 可以猜一下我们的自然精灵，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刚刚呢，我们小雨，这个是我们的采摘，对不对？对，采摘已经猜对了。然后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打包的状态，对不对？打包的状态也已经猜对了。那在这里，这一个我们的无花果柑橘，小雨可以猜一下上面是什么？这个也很简单，大家看这个上面的小人，他正在拿着一个树叶。 然后好像是一个弯腰的动作，对，这是一个播种的动作。哦，这是一个播种的动作啊！小雨也是非常非常了解我们的播种啊。那除了我们的播种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萃取，也非常有我们的悦享，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动作都会在我们的图片上面给到大家啊。所以说也是非常可爱。那小雨在这里呢，可不可以拿着我们的道具跟我们完成这些动作的一些摆拍，好不好？没问题。首先，我觉得这个非常。 复刻它，完美复刻一下是吗？它这上面是一个播种动作，我也来一个播种，来一个播种，好，哇，非常非常的可爱呀！而且我觉得这个状态，哎，可以模仿一下我们这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采摘它也可以
哇，这个真的非常可爱。我们屏幕前方的各位好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进行截屏，好不好？好，那同时呢，我们来一个悦享，好不好？悦享。收到礼物之后，可以来一个悦享的动作。他是拿着一个，他是一个手一个。对。哇，这个好萌啊！应该是这边。真的是一比一复刻啊！来，准备好，三二一，截图。那我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播种的状态。他是拿着一个叶子，然后来拿一个叶子。啊，这一张小雨是比较飒的啊！哇哦，非常非常可爱呀！啊，小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非常可爱。那我们刚刚呢，小雨也是完成了我们一系列的模仿啊，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体包装上面也是非常精美的，在这样一个双十一的时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礼品，好不好？我们第一轮呢，为大家抽取的是欧舒丹乳木果身体乳，加上我们限定的保温杯一个，这个也太精致，这个真的特别好看。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但是我想给他带回家。这个应该不会送带，所以说这个一会就是我的了，直接带走是吗？多带两个，这两个你也拿走，好不好？换着用。而且我觉得它的瓶身大小也刚刚好。是的啊，并不是，它就放在包里不会那种特别大，然后很重。然后我觉得冬天其实很需要一个保温杯去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是的，冬天如果你在外面或者工作的话，或者上班的话，如果喝水的话，你可以随时打开，哇，喝到一口热水，或者你在里面放一些小茶叶，其实都很好。啊，小雨平时是不是也非常养生？对，我很喜欢喝热水啊。我觉得热爱生活这一点跟我们欧舒丹的品牌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那除了我们的保温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乳木果身体乳，同样呢也会以我们礼品的形式送给大家。同样呢，我们这两个礼品也会在我们的礼盒当中。我们的礼盒我觉得收到的时候每一个人应该都很开心吧。对，这个礼物很漂亮。嗯，它这个上面的普罗旺斯小精灵啊，就是非常好玩的。是的，非常非常好玩。那我们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打出礼物工坊限时好礼，一共是八个字，我们将以截图的形式抽取三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本轮的礼品。所以说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抠出来我们的 slogan 口令，好不好？我们将以截图的方式为大家进行抽取。好，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宝宝都已经抠起来了，那我们再给大家最后几秒钟的时间，好不好？来，有请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他的有发出来吗？有发出来了，已经有很多朋友了。哦、来，准备哦，五百应，准备好。特写，三、二、一，截图。来，让我们看一下究竟是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好的，在我们屏幕从上往下的前三位就是我们本轮的获奖者，恭喜你们，可以联系到我们后台的客服，留下您的收货地址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当然没有领到本轮礼品的各位好朋友也不要着急，对不对？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将送出众多的福利。今天啊，我们就是一个福利专场。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限量版的一些好物，对不对？上方呢也是有非常精美的一些我们的自然精灵。那如果让小雨选择一个，小雨会先选哪一个进行下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乳木果系列啊，乳木果，因为上次就说了，其实乳木果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非常好用的系列的产品嘛。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介绍乳木果的产品，然后还做了很多挑战，比如说猜浓度呀，然后就是涂抹上身。其实这个产品是我自己真的比较熟悉了，我自己在家其实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会用自己的方法去用它，可能大家。算是可以借鉴一下我的一个用法吧，就是晚上睡觉前，然后再涂完，比如说樱花的护手霜呀，或者是月桂的护手霜，然后涂完之后，你还想更滋润一点嘛？然后你就会，我会拿这个乳木果的25%浓度的，然后敷在手上，敷完之后呢，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的手机，因为很多人涂完之后玩手机嘛。玩手机之后呢，你那还没吸收呢，你就玩手机不太好，知道吗？涂完它，把手机放在一边，你享受它在你手上养护的这个过程，你就把它涂完之后，双手放在你的身体上，让它浸到你的手里去，然后你就在这睡觉，睡着睡着会发现，哇，感觉手在喝水的感觉，然后自己也就慢慢的睡着了。哎，这不就督促了你早睡吗？对呀，所以说这又是一个小技巧。能够让你早睡的小技巧，就是让你感受手上在被滋养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小雨真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男孩，并且我觉得睡觉也非常重要，对不对？对，睡觉占了我们24个小时，大概1/3的时间。是，所以说大家一定也要
更好的爱护生活，爱护自己。那同时呢，看得出来小雨对于我们的乳木果是喜爱有加的，对于我们每个浓度也是非常了解。那接下来有一个任务大挑战等待着你，是什么呢？啊，我们的任务挑战呢将会围绕着我们的乳木果展开一个画画的形式。给你提出一些问题，有没有信心？逃不过画画呀，真的是，哎呀，走到哪里都要画，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小助理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啊，画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跟你说。现在的刘宇的画工啊，可不是当初的那个画工了。是不是每天都在家里偷偷练？也没有偷偷练，我是明目张胆的练。希望自己啊画得越来越好。那准备好，来，我们的画笔在哪里呢？画笔在这里。来，准备好。来，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屏幕前方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扣出来。第一题是。欧舒丹经典乳木果系列的原料来自哪里？这也太简单，我觉得难不倒你。但是有点难度，其实我知道它来自哪里，但是要表达出来通过画画的形式确实蛮难的。来，准备好，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啊，不能枉费我之前那么努力的练习。来，准备好，让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究竟是哪里呢？哎，小雨已经落笔啦。哦，我好像有一点形状哎，我好像猜到了小鱼要画什么。我觉得你真的有进步很大哎，这个形象真的很生动了，是吧？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首先那个鼻子，这真的是点睛之笔。这个腿一画出来，我立刻就知道是什么了。哎。我们的屏幕前方的各位好朋友有没有猜出来是什么？来，我们为大家展，哎，很细节哎。还有个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不太好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当当当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是什么呢？并且它来自哪里呢？哎，我觉得。你这个脚包括你的整个腿真的是有精心的思考过才会画得如此细节。怎么样？我有进步。超级大的进步，真的。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他是谁，这不是他是谁，这是画的是什么东西了，对不对？这是来自非洲的大象。来自非洲的大象啊。其实我们欧舒丹呢，我们的原料也就是来自非洲的，对不对？对。因为其实乳木果是来自非洲的。是非洲的一个特别神奇的果实，它有很强的滋润力，所以欧舒丹把它制成了乳木果系列的产品。并且呢，我们的乳木果系列加入到欧舒丹以来，也一下子成为了我们的经典产品，深受到全世界广大热爱生活的朋友的喜爱和青睐。那今天呢，我们欧舒丹直播间呢，我们的经典系列的乳木果给到大家的福利也非常多啊。今天呢，它是在我们的七号链接，而且呢是一瓶5%浓度的我们的小方和限定版的大白，今天特别的划算，我们会送出的赠品包括整整13瓶的35毫升装的小样，并且呢，如果您想要送朋友的话，也可以多囤一点，只要您全场的实付金额满780元，还会额外加赠一个，哇，小雨本人非常喜爱的保温杯，对不对？同时呢，您在下单的时候只要备注4个字，我们刚刚小姐姐分享的我们的口令。礼物工坊啊，还可以获得我们非常非常精致的布艺抽纸盒，所以说喜欢的宝宝现在可以行动起来的啊，它是在我们的7号链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哦。经典乳木果其实也很棒，但如果大家如果想也和我一样超级种草，刚才玩的这个游戏互动那一款的限定包装的乳木果应该怎么办？我们先小雨真的是限定控哎，不愧是限定男孩啊！我们的限定控呢，也是今年双十一的特别系列啊！很多宝宝也是非常的种草，非常的喜爱啊！其实我们乳木果系列基本上每年都会推出限量版的产品和味道，今年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颜值和心意是并存的，对不对？小雨真的是又在上面画了起来，是吧？他又变成限定了，现在很爱啊！他又这一瓶又是限定了，是不是？这瓶不知道哪一位幸运的宝宝可以带到手中，我自己用，自己带走是吧？好的 ，OK， 那准备好第二题好不好？来，好，那我们因为每年都会推出限定版的口味，那今年我们限量版的口味，小雨知不知道是什么口味？今年的限定是柑橘和无花果。那你要怎么表达呢？这才是难题好不好？我们的问题本身不好画，无花果真的不好画啊。
思考一下，无花果，是不是觉得回去还要再练一练？真的是。来，哇，这个是，哦，这个有一点烟花那种发散的状态，这应该是一个侧面，对吧？切开的样子，不是哦，不是嗯，啊，啊，还有宝宝柑们。橘，屏幕前方的很多宝宝们都非常非常期待啊，我们的无花果以及柑橘口味的啊，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闻。我们的无花果以及柑橘口味啊，这边是柑橘是吗？啊，这个是非常新，这个是切开的，这嗯，嗯。个我认出来了，它是切开的。那中间这个是什么？哎，啊，是一个完整版的是吗？嗯，上面还有一片树叶，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礼物工坊，啊，上面也是要点一些细节。我觉得小雨真的是细节控，是。对于细节真的是严格的把控啊！来，准备好，当当当，我们的无花果以及柑橘，小雨啊，非怎常么非常厉样？害。你们有猜出来哪个是柑橘，哪个是无花果吗？他有没有猜出来左边是柑橘还是右边是柑橘？小雨真的非常幽默啊！其实这边一看就是柑橘啊，这边有一个树叶。我看有人敢说这个是大蒜，我就，你好像看到了公屏啊，好像看到了评论啊，非常非常的可爱呀。那我们啊，现场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柑橘和无花果口味的好不好？来，啊，小雨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闻，它的味道很有层次感。这个味道是不是超级爱？连连称赞哦，这个味道，而且很特别。一下就可以闻出这来。个味道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因为主要是我们很少能够在这个身体的产品当中闻到无花果的味道嘛。它其实它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一下真的就是可以联想起来你吃无花果的那种香味儿，很香甜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淡淡的柑橘的香味儿。闻上去很高级，就是这种水果的香味呢，闻到你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尾调其实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木调的香味，它的质地也很棒，它是那种慕斯的触感。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很期待欧舒丹之后会出更多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香味儿，都会给你惊喜，对吧？会不会出什么榴莲味儿？他喜欢吃榴莲是吗？那下次我就让你画榴莲。我觉得应该不可能，那你，我觉得你回去就，谁会把榴莲味儿的做的身体乳涂在身上？以防万一，回去练一下画榴莲，好不但如果好？你们出，我就买好，我们小雨也是非香常菜味称儿职的，啊，香菜味的是吗？香菜味的这奇思妙想，发散思维啊。个，啊，我们整个味道也是非常好闻，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因为我小雨刚刚涂了一点，我离这么远已经闻到了，我觉是得味道吧？非常治愈，是有没有？的，嗯。非常非常治愈，而且很高级的一个味道。那它呢，现在是在我们的10号链接，下单的时候备注礼物工坊，加赠我们的布艺抽纸盒，并且呢也是限量5000个，同时呢全场实付订单金额满780元还可以额外获赠一个保温杯，等等等10号链接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并且呢，我们的10号链接当中呢，也是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多的赠品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10号链接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乳木果身体润肤露35毫升的啊，一共会送出6个，以及我们的6毫升的啊，会送出7个我们的小样。同时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的贴纸，而且贴纸呢，我本人也已经贴上了啊，小雨这边也有一个贴纸。啊，也是作为我们的赠品送到大家的手中啊，所以说我们的赠品也是福利满满的，对不对？是的，尤其而是保温且杯。对，因为天气降温，大家要多喝热水，保护好自己，不要感冒了。是的，所以说心动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哦。啊，那其实呢，我们小雨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游戏，完成了我们的挑战。刚刚也说了，只要完成了我们的游戏呢，我们就将送出我们的礼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到了我们的送福利的环节了。本轮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欧舒丹采摘滋润限定礼盒啊，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是有一个我们的保温杯啊，同时呢也有我们的无花果限定无花果的身体乳1瓶，包括我们的精美礼盒啊，礼物工坊的限定礼盒给到大家啊。那如果心动的话，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 slogan 口令“礼物工坊限时好礼”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了。小雨现在真的是。见缝插针啊，忙里偷闲，就在这里画了起来，是我吗？在画我们限定的这个包装上的一个画面。哦，可以看一下，
哎，整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可爱呀、啊，可以看出来啊，也是我们的无花果的一个限定包装。嗯，好，那接下来呢，很多宝宝都已经刷起来了，同样呢，也要劳烦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好不好？好，准备，三二一，截屏。来，让我们看一下，恭喜三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哇，你的手机壳都是欧舒丹的贴纸。是啊，我贴上了我们的贴纸，是不是很可爱？好用心哦，很活力，很。哎，我觉得我一开始满分，我说哇，这个手机壳还蛮好看的。对呀、啊，我有点种草，我回头下播给你要个链接。然后一看，哎，这个不就是我手边拿的这个贴纸吗？是的，我们十号链接当中 DIY 就是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手机壳，真的很好看，肉眼看真的很好看。嗯，而且我觉得贴在 iPad 上啊，贴在家里的冰箱上面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贴纸。小雨现在也要贴起来了、嗯、是吗、嗯、你继续把你刚才那个读完。对，读完。哦，我觉得这个现在又变成了你的限定版，你要带走了 是吗？对，真的是一个限定男孩啊。那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是感受到了如木果神奇的滋润度，对不对？嗯。那说起了滋润度，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欧舒丹是一个专业的养护品牌，我们的如木果也是包含了不同的浓度，嗯，跟针对不同的肌肤，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对不对？嗯，因为我上次回家之后我就仔细研究嘛，这些浓度真的涵盖了很多的领域。嗯，其实欧舒丹送我那个礼盒的时候，它分好多个浓度嘛，比如说这个 5% 的我就会出门前用、哦、因为它出门之后呢，你就干任何事情它不会让你的手上会有那种很黏的感觉，但是它又能够很足的给你保湿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跟刚才跟大家分享说 25% 的这个我会厚厚的敷在手上，然后放在前面，或者是戴一个手套，然后让它晚上的时候养护自己的手。其实每个浓度都有自己的需求的存在嘛，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分区护理，因为欧舒丹其实很专业的，它分了好多个浓度，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针对不同的区域去展开不同的护理。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因为很多北方的伙伴，而且小雨平时也是生活在北方对吧？嗯啊、嗯所以说现在集中供暖导致我们的室内也是比较的干燥，干燥的，大家一定要、嗯。注意好啊，保护我们自己的肌肤，让我们更加的滋润。嗯啊，其实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注意养护自己的皮肤屏障，对不对？对。那在这里呢，小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嗯，入睡的一些小秘诀。入睡前会做一些，入睡前我会首先我就是，先用大白，嗯，然后。这样用的话它其实就不用开加湿器了啊，然后一个晚上睡觉你会闻到淡淡的那种香味，非常舒心。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部位然后使用上我们更高浓度的大圆罐，对不对？对，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啊。其实我平时是生活在南方，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的空气并不是这么的干燥，是的，大家可以考虑我们 5% 浓度的小方啊、也是非常适合大家的，而且小方它是自带一个泵头，嗯啊，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对不对？因为小方的话它其实非常清爽，然后不黏腻，这个的话我一般会在我的洗手台上放一瓶，因为它轻薄嘛，然后又滋润，其实日常非常可以频繁的去使用它。嗯，而且很多的办公族啊都会把小方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嗯，平时呢可以跟同事分享，跟朋友分享，用的也是非常快啊。而且它的容量非常多，300毫升。哇哦，容量也非常多啊！尤其是我们平时洗完手的时候啊，是涂一点，或者洗完脸的时候脖子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护理，非常的方便。啊，脖子要用颈霜啊，脖啊真的好精致啊，脖子好细致啊，就是这个回头再给你们透露啊，精致的猪猪男孩，这个回头再跟你们，这个是一个小惊喜，真的是一个小惊喜、啊，我用了，但是我现在不告诉你们，因为非常好用，我要让你们期待一下，后面欧舒丹会上新的一个，哇，好期待呀、啊，提前给我们卖一点小关子，嗯、对不对？嗯啊，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趁着我们双十一进行一个囤货。那其实我们25度的话，我们的大圆罐刚刚小雨也说了、嗯，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进行滋润，对不对？是，因为它是25%的浓度嘛。比如说练功的时候，因为我的膝盖经常会在地下磨损嘛，磨损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需要你去更加精心的去呵护的时候，那这个我就会用在手肘呀、膝盖呀一些滋润度高的地方，或者是你平常的这些5%的浓度不太够的地方，我会用25%的。所以说，大白它其实用来补充，然后这个25%的呢，它就适合用一些局部的特护的感觉。嗯，尤其是如果您真的是一个
大干皮、沙漠皮，真的特别需要它。是的，我做的有点好看，真的。哇，已经 DIY 完成了是吗？我们贴纸。哦，又是一个限定版的，我觉得这个放在家里的桌子上面也很养眼，非常的可爱呀。欧舒丹 25% 身体滋润霜。哇、哦，大家可以进行录屏，这个声音真的好酥啊，很戳中内心，听了耳朵会怀孕啊。那同时呢，我们的25度的大圆罐，其实我觉得家里的老人也可以进行使用，因为老人的话，尤其是长辈，他们的皮肤可能更加容易干燥，是的，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啊，也可以买回去送给老人啊。我们欧舒丹呢也是非常贴心，根据我们不同的肌肤人群，根据不同的地区和季节，然后呢使用了我们不同浓度的一些身体乳啊。当然，我跟小雨刚才的分享呢，都是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是的啊。具体的话，您还要根据您自己的肌肤状态以及您生活的一些季节和地区进行一个选择。现在我们乳木果的润肤露呢，也就是我们的大白，它是在我们的11号链接啊，它是在我们的11号链接。我们的小方呢是在我们的9号链接，客润版也就是我们刚刚的大圆罐25%浓度的，是在我们的8号链接。那如果您喜欢的话，然后我觉得可以，如果足够精致啊，像小雨这么精致的话，我觉得可以通通带走啊，借助我们双十一这样一个囤货的时间，好不好？同时呢，现在下单备注礼物工坊，还可以加赠我们定制版的布艺抽纸盒啊，限量5000个，并且呢，全场实付订单满780元，还会额外加赠一个保温杯。而且我们十一号链接的大白呢，给到大家的赠品也是非常非常多啊，可以看到这里有6个小样，以及7个我们的试用装，6毫升的试用装，很多、哦。我觉得试用装可以一次使用，对吧？就是如果一次性，如果出门旅行的话，其实带这个就会很方便。对啊，这个也非常方便，出去旅行啊，3-4天的话可以带这个，一两天可以带这个，我们非常的非常。贴心，而且整体的容量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正装的容量了，是的，相当于买一送一了。我们的赠品都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正装的能量，而且我们保温杯也是非常贴心，而且我真的很爱它，我时不时就提起它，对不对？很贴心的一个礼物啊！啊，小雨呢，对于我们的乳木果也是非常的了解，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那接下来，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真的非常热情，我们再加赠一波福利，好不好？啊，那我们加赠的福利呢，小雨来挑选一个，我们哪一个浓度的送出去？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最后抽出来的这位小伙伴他其实生活在南方还是北方，所以我就选中间的这个浓度，15%的浓度，15%，因为这个浓度其实不管在北方或者南方或者是什么部位，它都比较合适。然后除了这个，可以再给大家送一点周边吗？啊，送一点周边是吗？那当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我们的15浓度呢，我们再送一个我们的限量版的礼盒，好不好？我们的礼盒呢，我们的也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欧舒丹滋润倍护礼盒啊，里面呢会有我们的15浓度的我们的限量版的大白给到大家。那接下来呢，大家把我们的礼物工坊限时好礼抠出来，我们同样呢也将抽取3位幸运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都已经很专业了，我们还没说口令的时候大家已经刷起来了。真的吗？都已经了解了我们本场的口令是什么。好，那接下来呢，同样由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来准备礼物工坊限时好礼，3、2、1。哇，我声音好好听啊，来让我们看一下是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呢。恭喜这三位幸运的朋友啊，从上往下数的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当然没有领到礼品呢不要着急啊，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将给到大家。其实我们刚刚小雨涂了我们的无花果味道的，现在还有，都还有这个无花果的味道，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闻，而且我觉得欧舒丹产品它其实所有的香味做的都非常高级。因为我们欧舒丹本身也是作为身体香氛世家，我们其他的香氛产品你也一定有所了解，对不对？当然我每一个味道都有。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我们的无花果系列啊，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款我们的桂花系列。因为现在8月桂花香嘛，现在桂花也是赏桂花闻桂花的一个好时节。对啊，我们的桂花呢今天系列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桂花系列包括我们的身体乳，还有我们的沐浴露，以及小雨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我们也是卖爆了的我们的香水，桂花味的香水，今天呢也是同样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听说是限时回来的是吗？就是说我来之前他们说特意从法国调过来的，对，就是新的一个香水，是的，因为之前好像是卖完了，刚好很不容易回来了，因为真的是非常火爆，大家都非常喜欢，我自己是囤了好几瓶。真的吗？真的那个味道真的很好闻哎，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桂花周边我都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我们的桂花呢也是取材自，哇，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取材自我们中国桂林地区的金桂，特别有浓浓东方韵味，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就算你就是在这么近的地方喷，它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刺鼻。
因为我觉得自然的香味真的非常重要，一定要很自然，然后才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的感觉。就如果说像我累的话，我可以去泡个澡，然后呢，先用云中月桂先洗个澡，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呢，在这个浴缸里面喷两下这个云中月桂的香水，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置身在一个桂花雨当中，就是漫步在那种桂花林下，然后静静的闻着淡淡的自然的桂花的味道。非常诗享情受，画意，非常非常，而且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对不对？是的，小雨平时是不是非常爱泡澡？我很爱，就是而且不管是我爱泡澡，然后我洗完澡还会用云中月桂系列的润肤露，那润肤露的使用感受如何呢？其实相对于乳木果系列的话，让我心动的还是香味嘛，因为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全国各地都会。跑，然后平常休息的时候需要放松的时候，用桂花的身体乳其给我带来的感觉是故乡的感觉，然故后乡。滋润度也就更不用说了，也不会特别腻，很快就被肌肤吸收了。那今天呢也是一个下单的好时间了啊！想拥有我们云中月桂的金桂香，今天呢就可以进行下单感受。我们的云中月桂沐浴露是在3号链接，我们的云中月桂身体乳是在4号链接，包括我们大家都没有买到的之前，我们的云中月桂的香水是在我们的6号链接，并且呢，我们6号链接的香水给到大家的赠品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看到啊，包括有我们的沐浴露和我们的身体乳，以及我们3个护手霜，并且呢还会送出一个7.5ml 的甜蜜樱花的淡香水在这里给到大家。同时呢，您下单的时候备注礼物工坊，还可以加赠我们的特定的布艺的抽纸盒啊，这个抽纸盒也很有生活的是气息，对的，不对？非常非常有生活的气息，而且特别环保的感觉。是不是很适合你在淋桂花雨的时候，然后旁边放一个我们布艺的对，抽纸盒，是吧？同样呢，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您订单金额实付金额满780元，为您送出的我们的保温杯也会送到您的手中。所以说，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抽我们的6号链接，好不好？那除了我们的桂花系列，小雨还有没有哪个系列比较推荐的？甜蜜樱花系列。樱花系列对不对？我们的樱花系列呢，也是深受到大家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爆款，是每年的，双11的爆款。对，今年呢也是很特别的。今年我们的樱花系列呢，它也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滑，而且颜值很高。除是此之的，外，小雨还有觉得哪一点？因为它其实这一款樱花的香味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淡淡的香味。我也是接触了欧舒丹，我才知道这里的樱花是从南法吕贝鲁地区取材的樱花，很特别，然后也很珍贵。难怪每年双十一都会卖爆，而且它其实还会有一点特别闪的感觉，小雨了解这个就是一个小技巧，我跟你说，它里面的闪不是那种刻意的闪，吗？就你涂上去之后，别人不会一下就看到说，哦，你好像涂了什么身体高光呀，或者是涂了刻意的一些装饰的东西。它其实涂上去之后，它是有自带高光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因为用这个身体乳又很自然又很滋润，而且香味又不会很冲，然后又能让你的肌肤就是隐隐约约散发出那种光亮的感觉。而且也是有一点点体香的感觉，对，并且也会提亮肤色，对不对？尤其女生如果涂在我们的手腕或者锁骨的时候，会自带一点，略微有一点淡淡的高光，我觉得也是让女生朋友们非常非常心动的。这次呢，我们的双十一限定版它也非常的可爱，颜值也是非常非常高，再加上我们上面的插画，是不是是？也是一个送礼物的好选择的，啊！今年双十一呢，我们欧舒丹也是带来了樱花系列的限定包装款。现在下单的话呢，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非常大的福利。小雨也是对它喜爱有加，尤其对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还是我们整体的包装，都是赞美出屏幕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甜蜜樱花系列的沐浴啫喱是在我们的12号链接，我们的樱花身体乳是在13号链接我们的12号链接和13号链接呢，都是给到大家非常大的福利。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可以进行一个购买，可以看到，这太多了吧！我真的是搬不动，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沉甸甸的，哇，这太多 了是的哈，在我们的13号链接当中呢，我们首先如果您拍的是250毫升的，我们给您送出的礼物包括我们下面这6个我们的小样它们是35毫升的我们的沐浴露，以及我们上面7个我们6毫升的小样。如果您拍的是500毫升的，您可以获得的是7个我们35毫升的小样，以及我们2个
马鞭草的润肤露啊，也同样呢是我们50毫升的小样给到大家，所以说他们的赠品已经比我们的正装还要多了，对不对？是的，而且真的好重，真的好多的礼品，它是在我们的13号链接，所以说心动的宝宝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哦。同时呢，您下单的时候备注我们的礼物工坊，还可以再加赠一个我们的布艺抽纸盒，您的全场实付订单金额满780元还可以额外加赠一个我们的保温杯，所以说心动的宝宝抓紧时间行动起来。那说到送礼啊，我们刚刚小雨也是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干货，对不对？尤其是在护肤护理我们的肌肤的一些小 tips 给到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小雨完成了一个我们的转盘挑战，又来挑战了，来挑战成功送礼品。那就多来几个好不好？啊，我们的转盘挑战可以说非常非常有趣。那接下来呢，来考验一下小雨，我们的转盘呢，我们一共挑战3次，好不好？没问题。你来转，你来决定，看一下我们会抽中哪一个。来，准备好。来喽！哇哦，今天晚上大家一直转，很用力，快速用3个词语来形容我们的欧舒丹：温柔、滋润、专业。温柔、滋润、专业啊，我觉得真的形容的非常恰当哎。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品牌，而且也很专业，尤其是在护肤养护这一方面。而且呢，它也是非常滋润的，对不对？是的，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细腻。来，接下来继续。真的很用力，每一轮都很用力，我都担心他下播之后他还没有转回来。说出5个与欧舒丹有关的数字故事。诶，这个好像有点难度诶。1975。1976年。1976年创立。那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大概多少年时间。哎，这个一会儿再算。你可以算一下，我得先说。也算一个数字。5%。5%还有。15%。15%。25%。25%。还有什么数字？250毫升，250毫升，500毫升，500毫升，200毫升，35毫升，6毫升，是的，小样，非常非常厉害啊！来，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其实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喜爱的，但是我担心啊，一会儿你赚不到，所以说我可不可以放下水，满足一下我的小要求？我想玩这一个游戏。是吗？今天有这个游戏啊？利用道具完整的抠出糖饼中的图案。听起来就非常有趣，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希望你可以赚到，好不好？我也想玩这个。好，那有请我们的小助理把我们的游戏道具拿到我们的直播间。哇哦，来喽！哦，我的天！首先用你的大力出奇迹把我们的转盘给拧开，好不好？里面呢有一个道具以及我们的糖饼，糖饼中间呢它是一个心形的图案，我们要用道具把心形的图案给抠出来。哦，很难吧？这个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我连这个真我都道具了。来，准备好，大家看一下，汤米，怎么我这个紧张？来，小雨开始吧。如果今天我抠不出这个心，我就不下直播。大家不用睡觉了，我觉得。啊，那来，开始，开始，好硬啊，有没有感觉？我拿出来抠，我觉得还哇，好硬啊！我要放在桌子上面抠，因为真的很硬，我用不上力了。哇！你们不知道这个技巧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技巧。我其实是有学到，让它足够湿润是吗？好吃吗？哇，这个抠得很快。哇，已经抠下来了一个边边了。来，哇，我用力。真的很有意思，我开始撇了。哇，好厉害啊！这样直接下来了哎，继续。我发现这个技巧可以。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听到了什么？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游戏比较难。好可爱啊，好可爱啊！不要紧张，来，我给你偷偷换一个，给你偷偷换一个。完了，我怎么办呀？没有关系，你的星星已经拼出来了哦。哎，哇，好神奇，是不是？等一下，是不是很神奇？卡掉，重来。还有几秒钟？还有啊，倒计时3、2、1，展示。哇，爱心送给你。我的天哪，我竟然成功了！好厉害，是不是？我竟然成功了。那拿着我们的星星，比个小星星给大家，好不好？呀，比个心，好可爱呀，非常非常厉害呀！来，我可以进入下一关了，可以啊，就这么简单。这一关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吧 ？So easy， 对不对？来擦一下手，我们要送福利了。哎，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来，准备好。好，那本轮下一关就送福利。是的，直接送福利啊。嗯，本轮呢，我们同样呢也要把礼品送到大家的手中。同样呢，大家把我们的 slogan 口令"礼物工坊限时好礼"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啊。我们本轮呢为大家送出的礼品是我们限定的甜蜜樱花身体乳，还有我们的甜蜜樱花限定的沐浴啫喱，加上我们小雨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礼物工坊的礼盒，好不好？这个礼盒是不是插画很漂亮？超级超级。鲜，是的，超级有少女感。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我们的哇，内在也是暗藏乾坤，对不对？嗯，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粉粉嫩嫩的啊！我觉得收到的话已经也是非常开心啊，不管是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抽取三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获得我们本轮的礼品，大家抓紧时间刷起来哦，刷起来！我看一下，小雨这个道具也非常可爱呀，是觉得有点热是吗？很可爱，哇！我从这里删，我都能闻到我刚刚涂的那种无花果的香味，而且你已经删到了我这里，让不让香？嗯，随时随地享受一下无花果，是不是？嗯，好，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刷起来了。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劳烦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三秒钟。嗯，好，来准备好，三、二、一，截屏。来，让我们看一下哦，只截到了两位，这两位先截屏记录下您的中奖信息，好不好？我们还要再截一屏。嗯，啊，本轮呢只截到了两位。好，那接下来呢再截一屏啊，屏幕上方的第一个，来准备好，三、二、一，截屏。来，恭喜啊，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啊！稍后呢，我们还有最终的大奖等待着您呢，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最终的大奖，嗯。同样呢，我们刚才为大家展示的我们的甜蜜樱花沐浴啫喱在我们的12号链接，以及我们的甜蜜樱花的身体乳是在我们的13号链接，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拿过来的沉甸甸的那一个。是的，啊，赠品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点击进行查看。同时呢，我们14号链接呢也是我们同款的礼盒，就是刚才抽奖为大家送出的礼盒。对，它是在我们的14号链接啊，想要的宝宝不要错过哦。嗯，同时呢，我们的前5000位啊，备注礼物工坊的朋友可以加赠的就是我们的布艺抽纸盒啊。小雨平时在泡澡的时候也会放在旁边，对不对？对啊，非常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啊。同时您的全场实付金额满780元可以获得的是我们的保温杯，当当当。所以说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其实我觉得啊，包括我们的身体乳，包括我们的护手霜用的都非常的快。嗯，对，非常容易空瓶。是的啊，小方我就经常空瓶。说到空瓶这个问题，我要给大家好好聊一聊。嗯，其实我的空瓶班主任要上课了，好不好？我的空瓶非常多。我跟欧舒丹合作之后，我知道欧舒丹的店铺是有一个空瓶回收计划的，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这些空瓶就有了它的用武之地，而且你如果亲身去参与到这个空瓶回收计划，你会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嗯，是的啊，也是呼应了一个环保的理念，对不对？对啊，大家可以移步至我们的线下门店啊，把您用完的空瓶进行回收啊，我们进行一个环保的处理。同时呢，啊，如果您跟小雨一样比较忙的话，嗯，啊，您也可以把我们的空瓶进行一些 DIY 的改造。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欧舒丹的很多的消费者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因为欧舒丹的，首先它的瓶子很好看，嗯，你如果用完瓶用完里面的这个内容之后，然后你再去拿它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自己 DIY 的一些操作，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是很好看。如果放在家里的话，它也是个很好看的装饰品。嗯，很好看的摆件啊。嗯，而且很多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个空瓶的改造，进行自己的家居 DIY。嗯，那我们现场也做一个小小的改造和 DIY 好不好？没问题。好，那有请我们的小助理为我们拿上我们的道具啊。可以看到我们的道具呢，这个是我们的大圆罐的空瓶。哇，大圆罐的空瓶大家可以看到是用完了，用的非常干净啊，真的是哪位金牛座的朋友啊，用的真干净啊。而且洗干净了啊，洗的非常干净。小雨平时会自己做一些多肉吗？喜欢多肉吗？会我喜欢啊。其实上次跟你聊天，你说你非常喜欢肉肉，对不对？非常喜欢肉肉。来，我们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教学。首先咱们先在底下铺一层土。来铺一层土，跟着你照做。嗯，学一下铺一层土。对，好，你可以用我们的道具小铲子。哦，对，还有道具啊。啊，是有道具的，忘了。好，我先铺了一点，没有铺完。我要铺完。你要铺完是吗？那我也铺完吧，跟着你学好了。来，铺完。铺完之后呢，咱们拿这个小小的铲子先给它摁压一下，哦，让它土壤要夯实。哇，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让它密度更高。嗯，对不对？对，打好地基。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我们拿取这个，我们俩换，我就对、啊、用这个工具，长长的是吗？然后把中间稍微留出一个空的地方来，哦、让它有一个凹陷下去，挖出一个小洞。对，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上我们的肉肉。啊、哦，放上肉肉。嗯，我觉得你的肉肉好好看呀。你可以哇，你的肉才好看吧？我给你换好不好？我的好像五彩斑斓的。对啊，是不是工作人员送错了？是不是工作人员送错了？来，我这个肉肉好像比你们还要好看。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好，来。哦，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看，你用这个好不好？好啊，这个也比较好看。我用这些丑的好了。没有，你的也很好看，你的是那种比较素净素雅的感觉。真的很夸人，这个词语我喜欢，比较素净。嗯。这个时候，哎，怎么没有小喷壶了？小喷壶啊？嗯。你是需要小喷壶是吗？没事，我们直播间你只要有球就一定会必应，而且一呼百应。来，有请我们的小助理，小喷壶，为我们拿上小喷壶，真的有小喷壶，小喷壶来了。我们喷一点这个，好，让它土壤有一个湿湿的过程。好，好，这个时候它的根系它就会长得比较牢固，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土壤上面夯上一点装饰品。啊、哦，我觉得我的手好像猪蹄子跟你相比，没有，你做的很好，你做的很好，但是你这个过了一天会死的，它会干死，因为你根系都暴露在外面。啊、哦，我要给它放进去。嗯，你这边又放了一些点缀，对啊，点睛。它其实这个放在上面，它水分会蒸发的慢一点。啊、哦，这个真的很有科学的道理。嗯、好，这样就基本已经完成了。是的，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大圆罐。做的啊，我们用完的大圆罐啊，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呀、啊不愧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小雨。那我们既然完成了我们的 DIY 挑战，我们本轮呢为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我们的大圆罐，好不好？好，我们本轮呢为大家送出我们的大圆罐，大家同样呢把我们的礼物工坊限时好礼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好不好？啊，你的那一瓶你可以啊，带回家自己种，对不对？自己给让它生活下来，好不好？好，那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口令输入起来啊！本轮呢为大家截屏也是三位朋友，送出的是我们刚刚用作制作多肉的乳木果身体乳的特润版，也是我们25浓度的，对不对？是25浓度的，给到大家。好，大家抓紧时间刷起来哦！啊，同样劳烦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截屏，3、2、1，截屏。好，那本轮呢也已经首先抽出了两位朋友，我们再截一瓶、嗯、好不好？好，来，这两位朋友可以截屏记录下您的中奖信息，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截一瓶，来，同样有请小雨进行倒计时，3、2、1。好，恭喜恭喜，以上一共三位朋友啊，爱的魔力转圈圈，小雨在转圈圈是吗？没拍到，再拍一遍，不转了。好，我们刚刚呢是用我们的大圆罐进行的 DIY 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回去的时候，如果有空瓶的话进行 DIY。我要看到有很多鲜花，哎哎，是的，我想用这个，你还想做是吗？甜蜜樱花的瓶子来个插花，好，有求必应，来，有请我们的小助理为我们拿上我们的甜蜜樱花来喽，插花，哇。啊，你手中的是一个我们限定版的，啊，我们的沐浴露。嗯，来，这个插花你应该也是略懂一二的，还是就是略懂研究一二。在这里呢，啊，首先我们要拿起我们的小剪剪，是不是很可爱？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插花这个太长了呀，我们哦，我们要把它剪一点的，其实这要跟你学了，上面可以进行一定的修剪。啊，首先呢，我们可以把根部进行一定的修剪。你知道要剪这个话要斜头剪吗？哦，斜头剪，要不能剪成平的。我剪得很垂直。这斜的剪的话，它会就是对它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我你说的说晚了，我已经下剪了。没事，你可以再剪一剪。好，来，哇，来喽，啊，我们小雨也是把枝枝都给修剪一下是吗？对，哇哦，然后我们。哦，你这个修剪的好像是有点略多，我感觉。我跟你说，简单风，它就是插花。我看过很多视频哦，嗯，它其实很多那种枝叶它都给剪掉了，就留下一枝，然后就会显得一枝独秀。对，就会显得还蛮高级的。好，来，我的也已经即将完成了。我觉得小雨是慢工出细活，嗯，对于细节真的是非常的把控。
我就是比较的糙，就直接是一剪子两剪的。不过你的颜色很好看，你的这个颜色搭配的很好看，可能是天赋。哇，开玩笑。哇，呵呵呵，我觉得我竟无言以对，确实。那我走，我完成了。来，哇哦，来，我们可以干杯好吗？两朵我们甜蜜樱花当中做的插花，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瓶子很有特点？对，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菱形的瓶子，就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都非常的高级。而且这个菱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一点深意的，因为都知道我们欧舒丹是来自普罗旺斯，对不对？对，它也是普罗旺斯的樱花树被风吹过的样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精致？其实还可以在又开始桂花雨了是吗？来下一下桂花雨，下一波我这边我要撒一点小雪壶喷一喷我的小花花。哇，好香啊。哇哦，好，那我们的二次创作大家看到也是非常非常有趣啊。大家呢如果有空瓶的话也可以进行二次创作。是的，我想看大家做的有没有我好。嗯，我跟你说我这个作品，来把这只再剪掉。好，来剪掉这只，再剪掉这个，再剪掉这个，再剪掉。很独特哎，这个很特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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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它还会生长得很灿烂吗？ Okay, 来看这幅作品，这个作品叫什么？一枝独秀。一枝独秀，但是又充满生机，你知道为什么吗？上面盛开的这朵花前面还有四个花骨朵，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生生不息。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创作性的，我希望看到你们创作出更有创意的作品，可以和我来比一比。 This is art， 这就是艺术。This is creative。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创意都可以回家的时候自己做一下，发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就是@我们普罗旺斯欧舒丹，对不对？我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本轮呢为大家抽取的就是我们的限定甜蜜樱花身体乳，就是刚刚我们做插画的这一瓶。好，那同样呢也是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大家把我们的礼物工坊限时好礼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好不好？好，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刷起来了，有请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三二一，截屏。好啊，恭喜前三位啊，从上往下数的前三位可以获得我们本轮的礼品。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环保。是的，因为身边的一点点小事小改造都会帮助我们的绿色星球让它更好的成长。是的呢，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波大奖没有给大家进行抽取。我们最后的大奖呢就是我们的all in礼盒啊，我们所有，是的，双十一限定版的所有都会放进礼盒当中，并且礼盒当中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小雨的亲笔签名照，哇哦！所以说大家如果期待的话，一定多多点赞，好不好？那在此之前呢，首先还是要邀请小雨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其实我们双十一的时候不仅是给自己囤货，也是送礼物，对不对？是啊，我是想看到小雨收到礼物时的那种心情，来一个三连拍，好不好？行啊，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all in礼盒拿过来。好，那小雨，我现在把礼物送到你的手中。露出我们非常惊喜的表情。或者是因为是我送的，所以说比较惊吓也可以。惊喜，好不好？惊喜。我们屏幕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进行一个截屏，好不好？来，准备好，那我们的礼物过来喽。好，表情一连拍，第一张，来，让我们来第二张表情。这是温暖和享受的状态，对不对？好，我们来第三张。哇，抱着他入睡，打开礼物的瞬间，哇哇哦，也太多了吧 ，unbelievable， 啊，也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这一点啊，这一个过程，我好像是有一点演的成分了，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礼盒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限定版全部都放进去，好不好？小雨亲手为我们待会儿要抽中的这一位幸运朋友，把我们的限定版放进去，好不好？来，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限定版的。身体乳，这个是我在上面点了个点哦。这个真的是限定版哦，上面点了一个点，真的是限定的，以及我们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来，我们的无花果系列，无花果系列，包括我们的樱花系列，包括我们的樱花系列的润肤露，对不
的大家，两个零型的哈，啊，以及最最最最最重磅的，我们小雨刚刚现在还热乎的，刚刚签了我们的亲笔签名，而且这个亲笔签名它是动态的，是的，哎，看，不灵不灵的在闪，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来放进去。啊，同样呢，如果大家想要我们的双十一限定 all in 礼盒的话，现在可以把我们的礼物工坊限时好礼八个字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了，我们将会截屏的方式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最后的 all in 大礼盒。来，我们给盖上了 all in 大礼盒，好丰盛啊！这个礼盒是的，沉甸甸的礼盒将送到您的手中，也是小雨为您专属送出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刷起来。同样呢，有请小雨为我们进行倒计时截屏。三二一，截屏。来，让我们看一下哪一位幸运的朋友。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啊，可以获得我们本轮的礼品，可以截屏记录下您的中奖信息，同时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兑奖。啊，小雨刚才趴在我们礼盒的瞬间真的让我感觉好帅呀，那个瞬间大家有没有同感，可以在我们公屏上面扣出来好不好。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小雨可以百忙之中来到我们欧舒丹的直播间，陪伴了我们如此礼物工坊体验自然精灵的一天。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今天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欧舒丹的直播间做客，然后陪我探秘欧舒丹礼物工坊。希望今天会是你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也千万别错过你喜欢的礼物。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干货分享，包括很多我们的一些护肤经验啊，让皮肤变得更加滋润的一些技巧，是的，以及很多的好物分享，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左下角的购物袋当中总有一款适合您，不管您的肤质，不管您生活的一些季节，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您。同时呢也是希望您可以把我们的欧舒丹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对不对？共同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大家庭。对，同时呢也让我们以后的时间继续支持小雨，继续支持我们的欧舒丹，让我们共同变好，共同变得热爱生活，共同更加的精致。那在这里呢我跟小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的直播仍然在进行当中，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女主持人老凡将会陪伴着大家，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好物分享以及非常多的福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在这里呢我跟小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